文化小课堂宰公鸡。大家好，今天是1月29日，是农历的腊月27，年俗宰公鸡。过春节的时候，大人都会给小孩发红包，今天我就来教大家怎么做红包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准备一张红纸，将红纸折成三等份，在较长的一部分两侧贴上胶带，将红纸粘成一个口袋，在顶部贴上耳朵。在封面写一个王字，贴上眼睛，再贴上嘴巴。接下来在红包两侧画上花纹，画鼻子和胡子。最后让我们贴上两只手，别忘了给手里拿一个福字哦。好了，带着满满祝福的红包已经做好了，看看我放了多少钱，20人民币。 OK， 20人民币。我的红包做好了，你准备给你的红包放多少钱呢？今天的文化小课堂就要下课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